持平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但我觉得他打不过我。哇，这球也太稳了吧！火箭手吗？你是这么快都不瞄的呀？哇，电竞奥沙利文！全军出击！哎哎，犯规了，兄弟！把把都这么快。看了吗？这才叫准。怎么说？和平退出一波。他不愿意。单枪匹马的你，今天要倒霉了。点，点点。算了，补刀，还是补刀好。好 ，OK， 再来。他补了一个刀，被打成重伤。来，再补，他只能 Q 补。再补，再点。瞄上你了，二级了。帅气，细节。塔下强杀，不跟你躲，算了，二级了。我这个压的是不是有点过？但就是这么凶，就是这么凶。他三刀，他只有三刀，没得办法。你这个，我一过去他就得交闪，投射两枪，跑不掉啊！我不去他的，我不去他的，打野我也不怕的，蛇哥打野，溜，23刀，他7刀。他崩了，900块。这回城帅气。干这行就别带感情，形势一多就成了活靶子。10刀，可以了。说实话，主要有踢，他没踢的话。这卢香6级之前都补不到10刀，哎，也没法补，补一刀就要死，你知道吗？补一刀就要死，不是残废，是要死。卢香伤害太高了。现在当我抱着他，觉得很冷。卢香不跟你开玩笑的，卢香伤害真的不开玩笑，太恐怖了。你不开玩笑吗？你敢打卢仙？他们打野还是个死哥，这卡丁主要忍不了了，太难受了，被压的。实在是忍不了，想要用技能来唬我一下，结果唬不住，呵呵，自己死了。这10几刀，说实话，他真的没法打。卡萨丁碰卢轩就是崩，6级了。是不是压的有点过分？这个他想上来。
了解你，他又没点燃，无所谓的。我点燃好了，我攒一点蓝，200。哎，调皮，180的蓝就可以动他，但是打野不知道在哪儿。180的蓝就可以动他，他6了，情况不妙，但没关系。如果他敢跳上来打我，他死了，因为就感觉情况不对。这个回家挺伤的。我这波上去他肯定要上来打我，他好不容易抓到这种机会，他肯定要打我的，但没关系，我忍一声。他回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兰博还不走，完了。测完了，伤害不够，杀不掉，可以深推一波。哇，拆不掉，吃不到了，走了。1900块，小弯钩已经有了。小弯钩有了，可以把它留下来。一段啊，逃不开我的射程范围。嗯，吃了个头，他舒服了，他舒服了呀。嗯，没有大，但是他照样打不过我。是你敢上来打个钱，你就残废。他敢打钱吗？他不敢。可以点燃，有大就秒了啊、嗯，没法跑的，满血秒杀。他们全都死透了，我就好好的睡一觉。血性压制，很凶残。打好了，好，我们躲起来，在这里躲一下，赢他一波。没有小弯钩了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如果他插眼的话，直接滑步上去打飞，这就插了飞。点点 Q， 点点点点。他很无奈。点他，一点点，就点点。弯钩好了，大招好了，还有啊，我们看你们找机会秒他，小心他死的。只要我不冲塔，我是死不了。怎么样才能把他秒掉？他有闪有啊，
好，OK， 完美压制，心态爆炸，再摊一波兵线和一层塔皮，塔直接收了，有峡谷。溜溜球，撤了。哎，可以护一下，可以护一下。好，撞一波。OK。破败。攻速鞋。卖了。这个鸭子绝对到位了啊！四舍刀。11分钟40刀，没法玩了，太惨了。关键是他们打野是一个卡尔萨斯，没有办法 gank 我，这是最烧的，压了2等。心态直接爆炸。下去了。那我们不去支援啊，我们就推他塔。我这个英雄资源不咋地，推塔很舒服，这没人来加没了，他的红要刷了，没有脾气的，他这个是没有脾气的，直接秒杀，不解释，很凶残，吃个红。下去支援一波，有一点难。这个好像我蓝不够打，他们会强杀吗？好，别怕，有了，辅助没了，一点点点 W 点点 Q 点点点点点点，没死啊。这你也叫啥？没消失，他的上路来了，我在勾引他。没了，没敢来。蓝不够，蓝不够。有人说我是老年人反应，我反应再慢，我不可能慢到这种程度吧？人家闪现走了，我反应个2秒，我才反应过来。你把我当成睿智吗？啊？我觉得他应该被红烫死了。无敌了我。他们家没路，这个有点捞吧，还有这种死法，这个有点意外啊。没想到啊，还能这么死。火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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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把这个火龙给打了，我们两个打，哎呦，
快我们把龙倒了。好吧，赶快他们来了，好啊叔，快走！哎哎，你怎么走过去？他会过来吗？他会过来吗？自信回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凶呢？就开疾跑了呢？到底谁杀谁呢？啊？他就开疾跑了呢？为什么 ？Why？ 难道我打不过你吗？还配了一个卡尔萨斯的大招，发现哎，怎么好像还是打不过？他们中路崩了啊，他们现在输出没有，这个卡拉丁还要再发育20分钟他才能有威力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中路的高地给投了，红 buff 要刷了。红 buff 要刷了，8秒钟，不好意思，转角遇到了三伯。多死几次就习惯了。接下来会怎么样？我总是会给自己留一个。复活，等一手大龙，错溜，小兵不来他死了，真的他死，他真的死了，我这一手圣枪洗礼直接拉满，我得这个蓝。把他下二推了，这个卡萨丁看到我了，把真是太抱歉，追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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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闪，刚有闪就好了，让他跑，让他跑不掉。人得看好他们几个人，为什么点头选呢？哎，别别别！哎，你看不到人吗？我操！
此刻没到，卡定。我靠，有眼。宣告宣告宣告来一场，死亡闪现，我们丢了，能不能骚扰一下，骚扰一波，连手一可以，够了，打个闪现不亏，人有点少，这辅助也来插野，把他红吃了，别这波不能到，不没到没到，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，我们人太少了，哦，这哪能打，没打着我，赶快偷他中，把他中偷了，转移阵地，来人了，正中靶心，照了一下没看到我，还缓速，这个有点 low 吧，我正好走过来，他 A 了一下，这个这里并没有视野，他看不到我的炸符，关键是他这个东西还还我数了，不然我也下去了，我这个死的就有点冤了呀，莫名其妙的，我敢确定没有看到我，他的照的范围只有这么大，好吧，他的照放这里的，没有看到我，他只是正好过来点了一手爆炸果实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里，可能没走，我反打不起来了，我没闪，我被这个东西拉了一下，反打不了了，如果没有拉我的话，我反扑应该能杀，大龙可偷，我和剑圣两个偷 OK 的，他们都在下，大龙收了，来跟我来，造一波，没视野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啊，小石。
可以搞，可以搞，他们少人，这里被我直接扫死了。够了。他们来没有用了。哎。OK， 就给他一枪吧。小龙，收了这个龙，他们争不了了。卡丁居然搞了八个头，没想到。我被发现了。推上，推上，依然还在。算，一个大招就是一个闪现。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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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手怎么那么重啊，怎么秒了呀？